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就是手的关节跟脚的关节躯干怎么去画。其实一般画手画脚，画手画脚，如果说有经验的人，他可以很容易就画出手的形状，可以画出手的形状。可是没有经验的，你怎么画手永远都是直的，像水管一样。那这时候我会比较建议你把手跟脚的关节当作是一个所谓的圆锥体，借由圆锥体有点像茶杯，茶杯动作。你看圆锥体转的动作，当我们在运转的时候，角度运转的时候，它会随着角度的运转会做一些所谓的变化，所以说你就很容易抓出。一般躯干大家最常犯的毛病就是手忽然转个角度，手的比例你还是没有变，可是正常来讲你手就变长了。一旦我们手有翻转的时候，距离会变短，躯干的形状、剖面的形状会变得比较趋近圆。好，所以说这我们利用这样子，大家可以拿个茶杯自己做个观察。好，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好，所以大家一般大家都常常用到所谓的躯干直接画。那我们如果说用茶杯来做一个示范，是非常清楚。好，你看，这是我们的手腕，这是手背嘛？手腕、手背。那当我们在转的时候，一般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慢慢转，慢慢转，你会发现说，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出一般我们动作在运转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变化？就算你今天要画一个手肘朝你正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是很好画的。好，手肘朝向正前方，距离这就很好去抓。好，总比你一般很抽象，你去做你根本就抓不到要领。可是你用我们用茶杯这个道理来看的话，就非常容易抓出，不管是手关节也好，脚关节或是手背或是脚肢体它的这种比例变化，我们也可以利用茶杯来做一个变化的一个示范。好，那如果说了解这个构造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举手，好，茶杯画出来，再来画一个茶杯，举手，抬手。好，那中间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利用圆圈来把它做一个连接。好，圆圈做个连接，让它这个圆会，你会发现说，因为用这个方式去画，第一个它手的手肘的那种形状就很自然就跑出来了。手肘的形状，好，要你不会再画出圆，你不会再画出完全就是这样子。早期人会用圆柱形，可是圆柱形没有所谓的手肘变化。好，我们有关节还有肌肉变化，所以如果说用圆锥形来画的时候，自然而然不管是腿也好、脚也好、手也好，它自然而然这边会有一个关节产生。好，这样再来我们在做细部去做修正的时候会比较好有依据。好，这就是一般我们画手跟脚的肢体的一个掌握的要领，就是从base开始。